饮食追求抗癌和抗氧化，我手中的两种蔬果就有关键密码。密码就是蔬果中的 GSH 成分，除了洛梨和番茄、菠菜、秋葵、柳橙、花椰菜，尤其是芦笋 ，GSH 含量更是蔬果冠军。它其实是一种抗氧化物质。 对，那它其实是由就是三种的氨基酸组成的，所以其实它也可以在人体里面是自行合成。那抗氧化提升免疫力，也能延缓衰老速度，但想把功效发挥最大，不是只有饮食上要注意。它的发生位置是在肝脏，那所以我们有足够的休息，就是维持一个健康的生活形态，那这相对的也可以减轻我们肝脏的负荷。对，那这样子也可以维持它足够的量。 营养师也提醒，GSH很容易随着时间流失，选择新鲜、没有加工过的蔬果，避免高温油炸，过长时间的烹煮才能把营养真正吃下肚。大新闻，杨韵慈、柯信智台北报道。